想不到，就是我光只盖这个高速公路而已，我们农田就全部长完了，太扯了吧！来搜一下。哎，不行，那个 最外围这一排的会被冲出来，因为它喷起来嘛，啊，可其他的就会安心的掉进去这个下面哦，还不错啊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红月。那今天呢，要继续翻看我们的生存日记。好的，那我们上一集呢，就是盖了这个高速公路，有没有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这一排啦，放羊的高速公路可以方便我们就是剪羊毛。那我私底下呢，就是剪了不少羊毛，各位看，就是大概剪了这些，稍微将铁轨的速度降低之后，就是还蛮好剪的啊。然后这个农田也太扯了吧，我只是光要把它种过去就要花上8分钟哎，各位看。我从早上种种都快晚上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呢要做什么呢？今天呢也开始时候了，我觉得我们要去林地府邸探险了，你懂吗？最近就是一直有观众问我说，什么时候去林地府邸？什么时候去林地府邸？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来去哦。只是我要稍微拿一点绿宝石哦。我拿一个空白地图，然后找一下绿宝石。绿宝石我一颗都没有哎。等一下，我先去找那个村民换一下那个绿宝石哦，顺便看一下他到底要什么东西。其实我有点忘记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这样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图书管理员啊？不是图书管理员啊，制图师。哦，我找到亚当了，嗨亚当。等一下，好吵哦你们，制图师，我找到就是你。你要那个绿宝石21颗还是指南针啊？看来不是空白地图，绿宝石21颗还有指南针，感觉有点麻烦欸。所以说我要去拿个指南针，然后换多一点绿宝石哦。指南针，等一下做一下没有？指南针啊，然后呢就是拿多点的纸吧，我需要拿多点纸哦。纸的话，我记得我这里有很多啊。哦，这甘蔗还是一如往常的少，不过这样应该够了。全部把它换成这个纸张哦，好吵哦你们！来，我来跟你们换纸哦，我不是换纸啊，换绿宝石哦，快给我换哦，21颗啊！制图师，你在哪？你吗？不是，你找到了，最后，哎，不是你，然后找到你了，就是这个林地探险家地图哦，来，换了，我们人就赶快走了，好不好？吵死了。然后呢，我可能会需要准备一点装备哦，我看一下啊，我准备这个铁质胸甲好了。因为林地府里那个卫道士在困难模式的时候，伤害真是爆扯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来啊，这样子应该够。我们稍微打开林地探险，哎呦，所以说我们会在，大概会在哪里啊？东西南北。哦，所以说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，是不是？蛮麻烦的，之前海底神殿是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一次要往这个地方走，不知道会不会很远，因为它那个点点其实还蛮小的，感觉还挺远的。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拿个鞘子，然后用鞘子飞一段时间哦。好，那没办法，我们就直接走吧。东西应该是不会带太多啊，带应该这样就够了。我们要赶快趁着早上的时候去那边哦，趁着早上的时候到那边去，这样就可以那个晚上的时候睡觉有没有？那应该是这个地方啦。也不是啊，我这一次飞的距离也是挺远的啊。到底要飞多久啊？我本来说，我以前探索林地府邸的时候，是因为周围的黑橡木林好像都被我探过很多，我自己是走了很远啦、啊。所以说升级版本的时候，周围的那个黑橡木林都不会有林地府邸。啊，结果这是怎样？我已经重开新地图了、欸，结果还没有林地府邸是怎么一回事？超远，还是我根本就走反了、啊？不可能吧？我不可能会走反的啊！
我的点点在动，等，我的点点在动，我刚刚没有注意到。等一下，我的飞行距离已经飞到一定的程度了、哦。快看我那个，我的 Z 轴飞了7000多个啊，然后 X 轴还要继续迈进，这距离真的是有够远的。我本来想说应该会蛮近的，结果还是好远哦。来啦，我的点点快点变大吧，我剩一组烟火嘞，我剩一组烟火嘞，这样子我可能会飞不回去哎。我要飞到黑橡木林了，可是好像是这个黑橡木林吗？等一下，我飞到丛林了啦！我那点点还没有变大啊，不是这个，可恶啊！等一下，我找到那个嘞，蘑菇岛嘞，我找到蘑菇岛了，还没有找到那个林地浮体耶，是怎么一回事？等一下，我要在这边记个坐标，各位看啊，我那个。这样子我的冒险应该会变多吧？我要变32喽！我的烟火剩12个，怎么办？这有蘑菇鸟哎、欸！我没有带小麦来，可不然我就可以繁殖你们。稍微记一下自己坐标。我靠！我的坐标飞到这里，我还没到离地福地啊！到底哦，天哪、啊！快点、啊，我先稍微在这里砍个树好了，先稍微在这里砍个树，不然我觉得我根本就飞不到，好不好？我可能要冒着就是。飞到一半坠海，然后搭船的窘境哦。这把菌丝土哎，稍微挖一点回去好了。菌丝土挖掉就是这个。我们用那个丝绸之初稍微挖一点菌丝土回去好了。我已经不知道我这一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了。我到底是要来找这个蘑菇岛，还是找那个林地浮体？到底来了，继续啊，做一艘船哦。你知道我甚至一度怀疑我是不是飞错地方哎、欸，哎，不对不对，我不用这么早，不用这么早，我可以把这12个那个烟火用完再飞。来啦，继续啦，怎么那么远啊？我本来说，为什么看别人林地浮体又飞一下下就到，啊，我自己要飞那么久啊，太扯了吧？来了，我们最后一个烟火要使用了，我已经没有烟火了，然后还那么远。这叫我如何是好啊？是这个吗？黑橡木哎、欸，可是它点点没有变大，又不是这个，我们要错失一个了。哎，其实我觉得我这个系列应该有机会完成这个探险活宝啊。我记得它原本叫做冒险时间啊，就是一样的那个成就啊。可是之前那个太难完成了，这现在好完成多了，因为它现在有提示，就是你去过哪些地方，它有提示，就是你有走了多少个地方哦。那目前就是只能慢慢的走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徒步啊。我就看到底要走多久，我才走到。前面有一大片的黑橡木林哎、欸，可是我还是没走到啊。哦耶、欸，真的是这个哦。你给我看我的点点变近了哦，我的点点变大了，天哪、啊！所以说就是这个了。对。欸，我找到这个是什么？这里有个村庄欸，林地浮体附近有个村庄。算了，我们先在这里探索一下好了，看能不能搜刮一点物资，不然的话，我现在其实也走不回，也飞不回去了。哦，这个村庄长得还蛮奇怪的，黑橡木村庄欸，稀有的村庄。哎呦，你这里的村庄人种跟我那边长得一样哦。啊，这个村庄看来也没有铁匠铺什么的啊、哦，就是也不知道干嘛。来啦，我们继续走，继续前往林地浮体哦。先找到再说啦。嘿，老兄，等一下，不是这个吗？我已经走出来了、欸。等一下，我已经走出来了、欸。到底要到哪里去啊？我以为是那个村庄附近而已。Oh my god！ 我看到新的黑橡木林了，就是这个了吧？总该是这个了吧？加油！来了，我的地图已经开始显现了哦。林地浮底，就在前面了，我就快到了，终于，快点！我看到了哦！来啊，我先找一下入口了，真的是超远啊！各位看一下坐标啊，这么远啊！17951耶，
么一回事啊？啊，不过没事啊，终究还是让我找到了嘛。终究啊，这附近感觉就死气沉沉的，你知道吗？死气沉沉。哦哦，我看到人了，这里面就有人了。好，不要理他，不要，我们先找入口，先找入口。哎呦，我找到入口喽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不过各位看啊，里面这么阴森，为了保险起见啊，我现在就是可能要在这边睡个觉，在这边睡个觉这样子。所以说啊，我们等晚上之后睡觉，快要晚上，等晚上睡觉完之后，我们再前往这个顶地府邸探索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先到这。那如果喜欢拼图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点个喜欢，不用的话订阅，也不用那个小铃铛。那有什么建议的话，也可以留在下方让我知道，或者到粉丝团私讯我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